哦，大家好，我是混沌。现在玩的游戏是宝可梦珠子 DLC，有啊，我遇到异色迷翼龙下垂之势，那就是应该算明显的吧，白色的那只，那就是那个活动大量出现了，有加异色迷翼龙。现在也没啥特别的，就刷一刷嘛。哦，异色迷翼龙下垂之势，接受他这。哦，他那个图鉴哦，应该也是375嘛。那这个图鉴开支就全开了。下垂姿势，这姿势，那原本的颜色是偏，这是什么红的？粉红色吗？又不像。啊，反正这只差异很大，比之前那只那个平挺姿势的，哎呦，上弓姿势的，好认多了，就。记得有空抓一抓。然后目前三个地区的都不一样嘛，帕迪亚地区有一种，对对，然后后面有那个符号，就是活动的大量出现这样，我每个都被挡住，没有一个没被挡住啊。诶，对对对对，这种。哦，那个，看小刀，这个北上香吼，迷翼龙下垂姿势嘛，啊，帕迪亚地区是迷翼龙上弓姿势，然后蓝莓学院是迷翼龙平挺姿势，平挺，这是，哦，那目前抓到的异色话，上一只是那个上弓姿势的。OK， 那就记得在那个活动期限之前把新闻领起来。那如果还在卡新闻的，就大家斟酌一下时间。OK， 那差不多这样，大家拜拜。